再来换这个题目哈，好，这个题目基本上，啊，它的立体图就长成这样子嘛哈。因为老师在一个礼拜、两三个礼拜，这2个3个礼拜画图写，可能画到吐。好，老师都在制作影片，好，来，所以这里啊，把它切掉。所以有一些东西哈，求快就会有错。所以被刀子划过去的地方，所以这里其实只要知道这，这里刚好也是在焦点，好，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了哈，因为这个斜面上面有线，好像好，所以我们拿着我们的一样方圆纸哈，老师会用方圆纸画法下去画。啊，所以一样，这里是三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啊，六格，啊，这边。这边往下两格哈，因为它刚好在等角线的地方，啊，这里第三格看得到这一条线，啊，看得到这一条线，啊，所以被刀子划过去的地方就是这里嘛。这里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了哈。